石华，我们看一下这三个台当中有个圆鼓的，它有五个孔，大家看见没有？它有五个孔，然后呢，到八月十五的时候啊，在这里面放一根蜡烛，放了蜡烛之后呢，旁边的五个孔用斧头把它补上，补上之后呢，月亮照下来啊，它会在这个湖面上会出现十个月亮。啊，十个月亮，那三个坛呢就三十个。那么，但是呢，我们有一句话说，有三十三个台啊、月亮，有三十三个月亮。那么还有另外三个月亮在哪里呢？我等一会儿打电话给你讲。那个，还有一个在哪里？一个呢在天上的月亮，一个呢整个是一个月亮。大家在这里面啊，所以说呢有三十三个啊，那这就是非常著名的三坛音乐啊，那看一下，台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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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台